好声音导师集体跳槽我是歌手的消息被传得沸沸扬扬，而最新消息是杨三十二郎杨坤确定加盟我是歌手。那英虽多次被邀约，还是婉拒了该邀请。杨坤是什么时候与我是歌手搭上线的？我是歌手的第二期，杨坤曾发微博评论大热选手黄绮珊。黄绮珊是一位让人尊敬的歌者，我相信从今以后，但凡听过你唱歌的人都离不开你了。那英也曾在微博支持黄绮珊，并被传有望加盟我是歌手。而据节目组幕后人员爆料，他们一直在说服一位最近再次爆红的天后级女歌手参赛，但天后最后还是流着泪拒绝。该天后疑似正是因好声音人气再生的那英，而决赛原因则推测为心理压力过大。据悉节目组目前也在全力邀请刘欢加盟，工作人员对其加盟